今世宗雍正皇帝御选语录卷十四，御秩序正纪选课僧肇等禅师语录，长夏几侠，玉泉览历代古德之所激扬，而录其真切为人者，奈华藏浩瀚，目不暇给。陈宫中与禅那辈，具能辨别资勉目利者，不得其人，莫可使分任凡月。陈正总览者，无四乃就妙喜所及正法演藏，幻记所刻指月录。二书采取若干则公案。